你好，我叫 Sunny， 然后我的三围是34D 25/33，身高是162公分，19公斤。我们想很想知道你找到什么样的工作？运动用品店的销售员。是不是你穿你家上班就对了，对，难怪，对不对？你技术就对了。哎呦，这个是故意的吧？没有，这刚好里面就穿那样，刚好就是。所以说，哎，你们老板是因为看了国光，所以才知道。刚好那一次我去他们店买东西，然后他有看到我就是上这一季待业的，他知道我很久没有工作这样，因为那算是朋友的朋友。那他还帮你加薪？对。哇塞，加薪！那老板能帮我们加加薪吗？平常我有工作，然后结果后来我回去之后，我妈妈的朋友拿那个就是这一季给他们看，说你女儿很久没有工作，都给人家养啊，就被骂。嗯，没有检讨我们。对，所以以后不要随便上电视啊。对。那找到工作啦、啊？对啊，不是你就说没有妈妈，那是上节目的一个效果而已。效果。其实我是30年没工作了。没有，我年纪没那么大。哦、是这样吗？他是锻炼这边。先这样，这样就对。这个要拿低一点嘛。对，这样。哦，这样。来一张硬摇。使劲摇。这个其实蛮够力的。对。这个哦，你要注意自己。哎，这样玩对不对？嗯。不要这样。哦，好累。No good。而且觉得这个还是要帅，不能背对玩。你看我脸都厉害，背对玩更可怕，厉害，背对玩，摇摆铃哥，你背对镜头玩玩看，哇，很恐怖，你绝对不能背对玩，还好，还蛮高的 ，OK 了，是，所以说，那你这个找到工作很开心吗？真的吗？很开心，会不会像丧失了很多出去玩的时间？不会啊，晚上再玩。哎呦，哦，这个也不会太晚下班了。那今天要为了感谢我们，感谢我们线上，哎呦，热舞，对，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？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哦，是搭配那个铃吗？还是不用？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请聊。我是处女座的，那你现在感谢我们什么？就是感谢交到男朋友了。哦，那你男朋友为什么跟你这个会来电？就是他不知道哪一天心血来潮，就在搜寻网络，然后就去看到我刚刚那个很智障的影片。我也不要这样讲。然后他看到了之后，他就觉得这女生很有趣，然后就去找了我的脸书，然后就发现我们个性很像，因为我很宅。其实我都待在家里，然后我平常就是很喜欢听饶舌歌，再加上我很会讲干话，然后他就觉得这女生很有趣，就加了我脸书好友，我们就开始聊天，这样聊了2个月左右，然后我们就说那要不要一起去吃饭，然后我们就约出来吃饭，吃饭之后然后就是有说转身再模仿，预备，一二三。山猪秃鹰臭鼬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这个动物有一种叫声，它的叫声，你要连叫声，叫声器。哦，掉下去的秃鹰。什么类？飞的吗？还是陆地上？哺乳类。这动物园里看得到吗？会爬。很难看到。很难看，还是松鼠？但是它在大陆很多，有可以食用，可以吃。穿山甲？不是。穿山甲不会这样。果子狸。也不是，白冰星，也不是，那我刚不答。水獭，也不是，是什么？竹鼠，天竺鼠，竹鼠没有天的竹鼠，没有天就是很大只的老鼠哦。老鼠大老鼠，你再模仿一次，然后你对它叫给他听，再叫，然后叫周康啊，不用，走开。叫什么中干了？超人来，还有吗？还有第二种哦，他有 pose， 他有 pose。
开车的竹鼠。星星，你精神状态是好的，是好的。费费，对，他就是。你们会不会跟男朋友因为这样吵架？你不要星星，是我想要表演的这样。嗯，不会，他不会跟我抢这个，因为他赢不了我。第三，最后一种，就是第三个，好期待啊！一二三，长颈鹿。猴子不是鸵鸟，对，就是鸵鸟，会猜有鸵鸟，这个是头，它就是脖子，这是它的头，然后一直在那边啄嘛，我们一起猜这个。Hello， 各位另一半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几位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没有。再给你们喝，吃坏肚子那很严重哎。